小资 chic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雨曦。那我今天呢是跟大家推荐一个我在剧组的必备好物，它呢是一款来自澳大利亚的护肤品牌乐凡梨。因为我平时长期呢带妆会非常损害肌肤，它呢是含有高活性南极海棠蛋白，还有极光粒子等多种专利成分，它可以达到72小时保湿和基底修复以及提亮肤色的功效。打开是有一种淡淡的玫瑰花蜜的味道，它的质地呢也是像精华一样非常浓稠。抹开几秒钟之后呢就可以吸收，每次在我清洁完皮肤之后，我都会用它来补水修复，维稳肌肤状态。并且呢你也可以在睡前来敷水膜，第二天早上皮肤的状态就会非常的 Q 弹，炎热的夏天带走了皮肤非常多的水分。我强烈推荐大家来使用这款产品修复肌肤。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超爱的澳洲医美面膜 SWT 妙龄焕颜面膜。因为我拍戏呢经常要熬夜嘛，所以呢它会加速我的衰老，我就会有细纹呀，然后皮肤暗沉这样的问题。这个呢是我最近用的双专利抗衰神器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膜。它拥有小分子的玻尿酸和金盏花萃取独家专利，是比一般的面膜呢更加的舒缓修复，补水效果更好。特别添加了喜马拉雅白龙胆萃取和小分子水解胶原蛋白，促进表皮细胞生长，紧致亮肤，效果超好。我呢都是随身带着，细纹和暗沉都有明显的改善，是我的抗初老救星。其实我觉得在就是口服上是需要注意的，比如说我平时都会喝薏米水，然后呢因为薏米水是比较寒凉的，所以我都会配合红豆，基本上每一天都会差不多喝一大杯，这样呢会让就是你的体质也好，或者你的水分代谢都会变得很好，就不会那么重。